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之前分享了伯利兹的 Water Caye， 今天再分享一座位于加勒比海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的同名私人岛屿。Water Caye 是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中最靠近普罗维登西亚莱斯主岛的大型私人岛屿。从当地国际机场乘车15分钟到达贝峰海峡码头，再乘船10分钟便可到达该岛。该岛可以看作是主岛在贝峰东北角的主要海滩的延伸，在交通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其私人岛屿生活方式的私密性与排他性。这座尚未开发的私人岛屿占地432英亩，海拔平缓，拥有近7000英尺的北部主要海滩和海滨。这里被绿松石色的平静海水包围，大部分海岸线都是低矮的白色石灰岩悬崖，沙洲上遍布沿海植被、海燕麦和木麻黄树。岛屿的北岸及其周边拥有平缓起伏的山脊线，南部有美丽的平原，为住宅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东南边界是红树林湿地和潮滩，适合世界级古调和生态探索。西部是无人居住的半月湾和小水礁，东部是人口稀少的松树湾及其完美的沙滩，为两个方向提供了数英里的步行海滩。这里迷人的风景常常被拍摄成明信片封面或是宣传海报。此外， Water Caye 的物业还包括一块位于 Leeward 可供启航和私人迎宾中心使用的河道地块，以及位于格雷斯湾摄政村核心区的一间近3000平方英尺的优质街角办公室。凭借其专用码头位置和临近的蓝色天堂码头， Water Caye 代表了私人岛屿生活的绝佳交通，有效避免了长途船行或飞行的麻烦。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是英联邦成员，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值得信赖的法律制度。这里允许外国人和本国人一样投资房地产，所有权转让并不复杂，且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开发土地的强制要求。此外，该地区免征资本所得税、遗产税和公司税等。其旅游业也在过去十年稳步增长，拥有良好的投资潜力。Water Caye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目前正在出售中，售价为4900万美金。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